起风雨，受得住磨砺，扛得住摔打，不断锤炼品德修为。青春飞扬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青春飞扬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让我们一起唱响新时代的青春。的声音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周深与洪孟洲献唱了开端的片尾曲《调查中》。改编后的歌曲除了节奏旋律的变化，在歌曲中还加入了警车鸣笛、意大利语旁白、天鹅湖间奏、美声等多种元素。只想说，每一次深深的舞台都很有看头。放弃规则后是否还值得？救赎后世界是灰色，怯懦后又如何抉择？在交叠忘记人更迭，却初衷怎能去面对？轮回中何人会自卑？有一种冷漠是防备，请求勿再错。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周深在《天赐的声音》中的经典舞台。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首《克卜勒》，周深完美的音色仿佛穿越星际，闭眼聆听藏在孤星中的光明，温暖又治愈。科姆士乐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新生代组合，主唱李永柱的沙哑烟嗓极具个人特色，我们永远可以相信周百搭的实力。最强辅助成不欺我，无论和谁合作，周深都有办法呈现最完美的舞台。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，用尽所有思念唱一首歌给你，给你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。与梁龙一起颠覆合唱《算你狠》，梁龙是一个极具个人特色，不但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，甚至代表了东北黑土地的摇滚精神。在《算你狠》中，周深和梁龙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捉妖了。周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绝美戏腔，精湛的方言 rap， 花腔弹舌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周深做不到的。过山车式的表演形式让观众们意犹未尽。让我血冲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和你
你跟别人至少有何拉锯，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还说没关系。充满戏谑性的算你狠，纯净唯美的克卜勒和充满神秘感的调查中，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周深的这首《玫瑰少年》。虽然这首歌在改编之后受到了网友的质疑，但也有不少像《光明日报》、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发文赞赏。《光明日报》评价《玫瑰少年》，两种不同的演唱风格融合，让《玫瑰少年》迸发出不一样的力量。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被认可接纳的经历，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可能是那只玫瑰少年。之前我也有分享过周深的歌，非常喜欢每一位网友的留言。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任何偏见都会化为敬佩。希望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，勇敢绽放。少年终会相遇，玫瑰也终将绽放，你我并不孤单。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从歌声中汲取前进的力量。今天就分享到这，别忘了关注收藏我们下期再见。